Amen.
まーす。おえり。诸位大德，诸位同道，我们今天在可以说末世也是这么忙碌的环境之下，能够在这里一起共同演习佛法，是非常殊胜，难能可贵。尤其是讲律，那么这个因缘呢，我想在这里啊，首先说一说为什么这次到这地方跟大家谈这个问题。首先我要说，讲我不敢，万万不敢啊！所以我不是在这里跟诸位讲律，我是愿意在这里跟共同啊研究学习律，所以我把这个说跟大家演习这个律的因缘叙述一下。这个分三方面来说。第一点，就整个佛陀说教的宗旨来说，换句话说，这就是佛陀给我们的教导教育的目标，这个立场讲。其次呢，特别的以戒，是戒定慧的戒，持戒来说。第三点呢，是对我们目前时下最适应大众的净土法门念佛来说。佛陀说是简单的来说，他的目标是一切众生离苦得乐，不管从反面离苦来说，正面得乐来说，要究竟圆满的程度达到。所以说苦毫无余疑的解决，乐究竟圆满的得到。那么在这个原则之下所说的三藏经律论而开出来的十二部，无非说明这个内涵。那么这个内涵当中，如果我们归纳起来说，不外乎两点，你可以用种种不同的角度观点来说。在这里我们说哪两点呢？见，见解的见，看见的见，然后呢行，行持的行。戒这个见解的，我这个话不太准啊，所以我下面详细。这个看见呢就像眼睛一样，然后呢行就像两脚一样，所以摸坐并行就可以达到我们要去的地方。因此佛的十号当中有一个真号二座，真啊明行二座，明是彻底的见到明白，行是如他所见到的究竟圆满的达到。那么这两点，或者我们也可以这样说，
正知见，静静行，那就是我们要想达到这个究竟圆满的目标，因地当中应该做的是什么。整个的佛法说不坏这个两样东西，怎么样从因到果，这个因果这是一个时间的根本定律，一切事项都是从这个上面开。佛法尤其是究竟啊圆满的说明这个道理。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，我们也可以把它分成功啊，所以见方面，所以说以智慧来说闻思修，行方面来说戒定慧，这个我们这里不给它详细的分别来说明啊，不给它详细的分别说明。那么所以在这地方主要的这个两点呢，是彼此相辅相成。我们往往不太理解这一点呢，或者偏重这个，或者偏重那个。本来以我们凡夫要想一步一步走上去，一个人根性不同，不但佛本来就是见到了这一点，开出八万四千法门，应个人的机。然后我们走上去的时候，自然由于个人所证所病的不同啊，有数偏重是一定难免，而且必然会如此。这是从这地方是渐次修改，慢慢增上。假如说我们把握住这个重点的话，往往说不学佛法还好，学了反而更执着。就像一个小小的比喻一样，小孩子刚刚进的学校幼稚园，玩得很开心，根本谈不到学什么，他就回来跟他的妈妈哥哥姐姐说，哎，老师讲的，老师讲的，他觉得这个是天经地义的了解了一切。那么对我们来说，我们虽然都是成人，司法上面了解了，可是对法法上面来说还是一片大无明当中，还是一片大无明当中，可以说一无所知。那么往往呢，碰到了法法以后，自己的哎呀很欢喜，实际上真的吗？说欢喜是对的，说理解的话不一定，行持的话更是差的啊，太远太远。因此在这个地方啊，我们就应该自己认真的检点反省一下，在我自己个人修学佛法这个过程当中，出家到现在27个年头了，应该算是民国54年出家，没出家之前早已经接触若干年，那么也是啊，摸了一大转。那么最后呢，我自己觉得很幸运，遇见一本书《菩提道次第广论》。当时我看见了，我想在座的很多在座的这个同修们呢，都是因为这个因缘而来。我当时觉得，哎呀，我真欢喜啊！确的以为了解了，实际上后来才发现这个理是大有问题在，就是别的先啊不别，就是以菩提道次第广论这个书来说，我想凡是接触过的人大家都有这个感觉啊，就把以前学的或者是与宗派不同或者与偏重不同啊，很多地方像矛盾抵触的，一一把它消解融管，得到应有的层次，觉得很清楚。实际上以理路上来说，它的就可以啊解决我们所有的大小性相现灭一切问题。但实际上
问题真的解决了吗？对我个人来说，我发现没有，不但没有解决，发现问题更多。为什么反而会更多呢？以前本来就无知当中，还自觉得蛮好，了解了以后，刚了解就更高兴，觉得懂了。等到进一步真正探索问题的时候，发现这里不对，那里不对，这些问题来了。那么谈到这地方，我愿意举一个例子给大家说一说。那么今天我们讲绿，那是南山道宣绿祖的这个啊，是南山绿。那么这个称见这个里边，道宣绿祖本身就是天的若干边，这个里边最有意思的那一位啊，一个大师叫圣修法师。他是什么时代人呢？是南北朝到这个时候，南北朝的末年，三大部上面运用这个故事。他听了一个红律师讲律，那个红律师是也是南北朝，就是宋齐梁陈陈隋之间的非常了不起的啊，高僧传二阶上面你们可以看到，那个圈动全国，当时啊行事见解简直是可以说都不当时的一个人。那么这位啊圣修法师，他在他门下住下听，他不是在他住下啊，那个律师这个传上面说，不管任何人过去一定会在那地方被他的讲的内容行持的神采所引动，一定停下来好好的听。他在那一听，听了多少？三十遍了。这个平常我们现在讲四分律，好像律是很薄，真正讲起来，通常我们都说南山六大部，这个六大部对起来对这么厚。我们这里上面有啊，下面会讲到一听三十遍，然后他给他的徒弟说，像这给他的徒弟意思说，并不是像我们啊刚刚初级，他已经相当成就的一个人，有很多徒弟跟着他。他这么说呀，他说与听舌度意，他说我呀就听讲，然后呢因此而跑的地方啊好多好多，至于经论啊一片入神，听经也好，听论也好，听了一边呢、啊、就能够得到里边的神髓。像我们现在听的话不一定，我不晓得你们如何，叫我去听的往往听了一边迷迷糊糊，听了两边还不一定懂，自己还认真去看了以后，那大概有一点影响。这位法师一篇就若神。下面呢他说近听律部，现在我跑到来听这个律啊，是语真语暗，听得越多越迷糊，这岂非理客需求啊，是难通会乎？岂不是说这个道理啊你可以虚通，真正要事项上头啊，那很难于啊把握得住。这个话我想听起来大家会了解，我这地方举一个好简单的比喻来说一下。以现在来说，科技的发达，人人都有车，讲起汽车人人都知道啊，是这个叫内燃机，或者老师学校里讲，我不妨也在这里简单说一下吧。什么叫内燃机呢？哦，说这样，把那汽油啊放在气缸里面啊，燃烧，燃烧了它膨胀，膨胀了产生很大的力量，因此这个力量就推动，那么推动这个货车，然后呢，推动这个货车，在货车连上一个连杆，所以那个 piston 就把它推出去，然后呢，这个连杆就连到这个地方的一个什么
这个什么轮呐、啊，或者叫飞轮吧？什么叫轮呐、啊？对，然后呢，你总是要推到这个上面去，然后呢，经过这个传动，传到这个轮子，于是、啊、你前面用一个驾驶盘引到它的方向，就对，像，没错。如果我在黑板上再把这个气缸的形式画一下，然后呢，整个那个这个所谓这个 piston 的叫什么名字？货色啊，货色，这个连杆下一下，你们要不了一个小时，大家说啊，我了解了。所以这个地方可以说明什么？理客虚通，道理啊，懂了。现在问题是说，你懂得这个道理是，只是懂，还是说要把这个车子造出来，让那个车子载你到天南地北去？如果要再到天南地北去的话，这个懂没有用，你一定要拿这个道理摆在工厂里面造出来，差一点不行啊。这个货色如果说差一点点，稍微不严密的话，这个里边烧了以后，从那个小的漏洞里面通通漏掉了，不但推不动，制造了满街废气。这个好简单的一个事实，就慢慢的想，没错。因此现在这个情况之下，我们太多这种状态，仔细想想觉得这个不对。关于这个内涵，眼前我们不一定有深刻的影响，但是至少刚才说的这个比喻人人可以感受得到。那么下面呢，如果我们呢按照着这个在家背览这么一步说下去，把那个界限宣说出来，那个时候大家用来衡准自己的内心，我想诸位啊，绝大部分会跟我一样的，你立刻看得出来，现在我们这个起心动念。这个起心动念导点是啊，是虚通这个道理，听懂了以后不一定真正的使得我们能够了胜脱实，能够从恶道当中慢慢的迁到善道，乃至像正上生的究竟圆满无上佛果。还是说对不起，讲讲是有行持两回事情。因此我到后来仔细检查的发现啊，这个里边是大有问题。那么除了我自己以外，因为有很多跟我一起共同啊研习的，大家都有这个感觉。因此呢，我在这地方啊也把我自己的学习过程当中的，也可以说经验好听一点，否则的话呢，就是我地根的错误的地方啊，这是说在这地方提供给大家。